好，我是南艺大的影像维护保存的研究生，然后今天来采访阿美与萌点的团队。那我就简单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访谈过程中的一些观察。然后，我一直在以 G0V 为主题进行我的硕士论文，所以一直很想要描绘或是记录 G0V 这个社群。那在这个过程中，就一直在想，G0V 一直在处理档案跟资料。那他们对于，就是你们对于自己的专案的档案是怎么整理，或是怎么处理自己的专案的档案？这样，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发现很多档案是已经遗失的。就是我点进一些专案想要更了解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更多的讯息可以让我知道。然后，或者是因为 HackPad 的。就是搬到 HackMD 的这个过程，也有很多资料其实已经遗失，所以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困难的。那我觉得阿美与萌点有点特别的是，他们还蛮有意识的在整理自己的专案资料，然后就整理的是还蛮完善的。这个可能跟就是成员里头有人类学背景，然后他们自己认为这个资料的整理可以很有效地帮助他们未来再回过头来自己研究自己的专案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档案的维护跟保存，我觉得其实就是以研究生的角度，还是会觉得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他还是要很有意识地去做，才可以被留下来。虽然他们已经就是做得很完善，但是像是整个专案进行的脉络，还有整个时间轴，还是需要三位坑主都在的时候一起讨论，然后一起回想，才有办法，就是重新建立这整件事情。然后再来就是，阿美与萌点它的时间轴跟我访谈的其他 G0V 专案相比，我觉得是有特别的复杂，因为他们的有一直不断有新的资料跟新的字典进来，然后有些字典是还在编写当中就已经先加进来的，所以不太像是已经有一些资料完成以后，然后再去处理，然后上线，而是研究、生产 data 跟整理档案这三件事情是同步在进行的。那我觉得这也是让这个专案变得很有机的一个环节，就是它是。持续的在互动，然后持续的更新资料，然后让这些事情可以一直一直发生这样。那就是阿美与萌点是一个就是跑了很久的专案，我觉得它很特别的是，它有真的很专业的，就是相关专业的人在里面，像是人类学专业的或者是语言学专业的人。那这件事情有让他们在像是找人来参与 OCR 的过程中，可以从不只是网络社群里面得到资源，还有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可以引起一些共鸣，或是得到一些关注，然后拉人进来做这件事情。在就 G0V 很多个跟 OCR 有关的专案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特别，然后也很有效的一个部分。那我大概分享到这边。